如今这个社会啊，最不缺的就是年轻人，看看娱乐圈就知道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90后已经开始成为圈里的主力军，还有攻占时尚圈的趋势。昨个某品牌大中华区五周年庆典，继 Young Power 时尚大趴在上海举行。既然主题是年轻的力量，那来助阵的明星自然都是一众水灵灵的小花小鲜肉了。首先登场的咱们永远的美少女大幂幂，跟白天以黑色铆钉针织衫搭配黑色半裙的摩登复古风不同的是，晚上杨幂选择了一条黑金相间的紧身连衣裙，尽显好身材。紧随其后的娜扎也由白天的蓝色碎花衬衫及同色系羽毛半裙换成了布灵布灵的银色镂空连衣裙，性感与优雅之间无压力转换。而超模队的代表奚梦瑶则以一黑一白两条连衣裙大秀美腿。当然除了以上三位，还有不少表现突出的新生代艺人，比如说像杨紫和乔欣这对欢乐颂姐妹，以及李治廷、曾舜晞、周汤豪等男星均以青春活力的造型亮相。既然都是年轻人，穿的美是必要的，那努力工作也是必要的。话说最近咱们大幂幂去参加了真人秀了，而且预告片里的她十分的勇猛。同场娜扎在这一年开启了霸屏模式，作品是一步接着一步的上。小酷在这儿要给所有努力工作的艺人们颁发小红花了。因为我去参加的是真正男子汉嘛，我觉得我是真正的男子汉，然后我觉得我所有的问题肯定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搞得定，都可以扛下来。当然肯定会和家里人撒娇，也有因为最近没有在拍戏嘛，所以一抽空其实就是回香港，然后送他上课这种。不会，我觉得如果是好的评价的话，我当然会很高兴，如果是不好的，我也会去听取一些对我真的有帮助的这些建议。全娱乐，年轻就是好啊。上海报道。